美丽，触手可及，万款正品超值低价，买化妆品就上乐蜂网，网购正品化妆品，为女性美丽护航。特别，这个是我们的 GKR 的那个非常非常棒的纯金去角质的银胶，那这个很特别，来我们先试一下才知道。GKR 的去角质成分呢非常棒，它里面有纯金接触皮肤，然后呢释放出阴阳的离子，有没有看到？老师，我测出了好多东西。对，好，这个最重要是什么？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，那有排毒的作用。好恶心哦，我一直觉得我的手已经很嫩很细了，你看。还是会有这些白白的血血。那这个里面呢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出来呢？就是它里面有真正的我们刚刚说一些黄金的一个成分在这里面。然后这个黄金成分接触到我们的肌肤的那个皮肤之后呢，它就释放出一出那种那个阳离子。那在阳离子之外呢，就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呢，有最重要就有排毒作用。在排毒过程中呢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脸上的一些东西被慢慢的搓揉下来了？对，你看，它又利用那个蛋白质的那个分解酵素呢，去除由蛋白质制造出来的多余的角质。那利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慢慢将我们脸呢轻轻的搓揉，尤其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这个额头。鼻子，油性皮肤的人，他在两颊的苹果肌的毛孔呢，特别特别的粗大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利用这个呢，很温和的，而且是水溶性的胶，慢慢慢慢，你看没有负担的，轻轻的就把它搓揉下来，搓完下来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整个是轻的。然后发白的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给你们的，其实很滋润。那老师，我们可以天天使用它吗？我们的人呢，其实是需要一些角质的，那这可以保护我们抵御一些外来的一些阳光啊、照射啊、辐射等等的。但是角质呢，如果全部被去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了，所以你一些会有一些湿疹啊、一些过敏的情形，所以我们通常在磨砂膏这个去角质的部分呢，我们不管是任何的形态的性质呢，我们都不顾虑先天的。但是像这个呢，我们就适合什么？像油性皮肤的，然后适合那种混合性皮肤的、中性皮肤的都可以用。但是干性皮肤呢，偶尔我们也要用一次，那大概在10天、15天以内，我们用一次，轻轻的也就没有问题。半个月来一次，半个月一次就可以了。